小段嘛，好，想听想听，来来，我们一起按摩师昏倒了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按摩师昏倒，哎，哎呦，跟女儿了，好可爱哟，我的妈呀！所以后来这个小青蛙就去跟长颈鹿说按摩脖子不用钱，然后长颈鹿就跑去跟按摩师说，听说按摩脖子不用钱。是，按摩师一看长颈鹿脖子那么长，他就昏倒。昏倒，大概是这个故事啦，很可爱哈。现在是可爱，很少有这种单纯的美好，对对啊，哎，恭喜恭喜，听前奏猜歌。他会讲，但我不会写。小南中走。二一，请亮喊。他最爱的歌。Baby， 哎哎，比杯比杯下 ，Baby 下啦。Baby 下，好了，通通算他们对了。Baby 下 ，Baby 下，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大家都会唱。Music。机会了，我们的小宝贝，但是我第一首歌什么？他说第一首学会的歌，第一首学的，那么有感觉，他很敢表达，对啊，他喜欢呐，他说要让同学羡慕他，我还真的有，那歌羡慕啊，那老歌，老歌。他说 ：“Baby Shark 是老歌。”那你现在最喜欢的歌是什么？新歌是什么？新歌 Wife 哦 ，Come and Sue in the Coco Noco 哦 ，G Idol 的歌对不对？哦 ，G Idol， 什么？抽一个，真的抽一个，真的 Wife 对新的，这也是儿歌啊？没有，这是 G Idol 的新歌，对韩团的哇！哎，孩子们真的很难以想象，你会跳吗？你会跳吗？你会跳吗？哎，来。完全不害羞。对，他说他会跳。好，姐姐会跳吗？姐姐会跳。来，音乐，来来，跟姐姐一起跳。比写的还好。阿丽莎，那个你跳舞是谁教你的？自
己学，你自己学，太厉害了，现在这个小孩子很小就看清爸爸不会教，学别的话，街舞跟芭蕾舞是学，也有学啊，街舞跟芭蕾校有那个社团呐，有芭蕾舞课后，课后有芭蕾舞跟那个街舞，街舞还有煮饭课，煮饭课你也会，这就可以看得出将来一定很会跳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